Hello， 大家好，我是启威。大家好，我是来自韩国的 Judy。大家好，我是草莓。大家好，我是子子。大家好，我是云二。大家好，我是佩涵。好。那因为我们3月6号要那个总决赛公演，然后呢，现在分享一下现在黄队自己的成绩，然后有没有信心拿下总冠军？有没有信心？有，非常有信心。我们黄队一直以来都很有信心。对你们黄队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我觉得我们黄队最大优势就是我们很团结，然后加上因为我们组织对舞蹈就是里面是非常的一种符合的舞台的想法，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在这方面上是蛮有大的优势。对，然后就在舞台上面啊，其实我们有很多就是不同的风格的表演，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尽情期待一下3月6号我们黄队跟以往其实有点不太一样。对，谢谢。刚那支舞是才练多久了？刚那支？刚刚那一支练了好一阵子，稍微补充一下，因为可能刚才刚开机，刚开机，因为我们最近就是为了就是总决赛，然后都练到半夜，所以大家，然后我们比较特别，是因为我们队其实大家都不是住在台北市，所以大家都从很远的地方，然后每天都来台北市练习这样子，所以都胜远不足，没错。在练到受伤啊，有伤的拉伤的，有就现在就是大臀部可是拉伤，就是他其实不太能劈，所以可能要在一段时间才能。真的，我不知道 A 团员这么可爱。对呀、啊，没有，我不知道他坐下去了。那我假想。认为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哪一队？启威觉得最大竞争对手是哪一队？我觉得红队。嗯，就其实第一次公演到现在，就那么多次公演，我都最喜欢他们的表演。嗯，我觉得他们虽然名次一直很后面，但是他们的实力，我觉得是不容小觑。对对，我也这么觉得。他们是黑马。那对哪队队员比较印象深刻？红队的吗？嗯，跟 LK， 他真的很有魅力。那齐威对那个演艺圈有重拾那个热情？就是还在有啊，有，听起来都没有，但是就是还是想要拍戏，但是能参加这个节目，我也是觉得很开心，学到很多事。嗯，就这个节目结束后就要去拍戏。对，有一些安排，嗯，有。好，那问云哥，就是你的人气票数是在李湘后面，对，会追上吗？会幸运可以追上他？我是觉得我应该没有机会可以打败他，因为毕竟我觉得，还是有一点落差，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在名次这么前面，所以我很感谢就是向明或是我觉得我们黄队其他人的粉丝，其实我觉得应该都是有在帮忙的，对，嗯嗯嗯。那你知道林佳已经离队了，那 PS 今年也有新的成员，是，那你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新成员？我觉得其实像我们最近的练习生，之前有就是有露过面那几个，我觉得蛮像小迪啊、夏雷，对我来说其实是印象蛮深刻。然后当然一定会有新的学妹进来，大家可以就是期待一下，都长得很可爱也很漂亮。相处过了吗？嗯，简约相处过，对对对，是不是最让我们震撼的那种？我觉得会，嗯。那黄队如果社恐应该怎么样？社恐，我其实，在黄队我就会非常安心，因为他们已经打开我了，已经把我打开了。就是我原本其实也是在黄队一开始进来的时候也是蛮怕生的，然后现在已经被打开了，嗯。所以我在黄队就会非常的安心，他很做自己，对。那年纪最小的是佩涵，佩涵，你觉得你的表现？我觉得表现
还不错，就是在再版女孩，我觉得在舞台上是还不错，但是如果是运动项目那方面的话，可能就是稍微还好，因为我平常是一个很宅的人，我不爱运动，所以我觉得来这边真的是炸裂自己。像他们那一队就是唱那个千年之恋，然后网上每次都是爆都很难听。你们现场的话，是你们有看影片，就觉得这么难听。我真的，老师，我觉得还好哎、欸，在现场真的没有那么夸张。对，我们在现场听，我们觉得大家都很棒，而且因为我们这个实境秀真的很实境，我想说应该会像其他的节目一样，可能会先录好或者什么，但我们真的就是完全唱现场，所以就是真的现场收到什么音，就是最真实的，也都是完全没有修过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已经算很不错了，我们的感觉是这样，Judy 得到的评价也很好啊，你觉得跟大家的相处怎么样？我相处的非常好，我已经习惯了一切，非常棒。你都怎么沟通？就中文吗？用中文啊，不然呢？英文吗？中文不错啊，除了跟 Elky 以外啊，对对，跟 Elky 是我用韩文沟通，对。那自己生是自己生活嘛，对不对？自己生活没有比较辛苦的地方。哦，我比较开心，自由，因为爸爸妈妈，我跟爸爸妈妈一起住，爸爸妈妈一直会不，为什么没有打扫？不，所以我现在我非常开心的样子，非常开心，好笑了。不，除了这个之外，因为我看到有很多韩国观光客来台湾玩，对，大家喜欢的是什么？美食，台湾美食，你喜欢？我喜欢牛肉面哦，对，他超爱牛肉面，他还问我那个饶河夜市哪里有牛肉面可以吃。对啊，专家算是专家，牛肉面专家。臭豆腐可以？哦，可以，我昨天也有吃。哦，厉害。那牛肉就不能接受的？不能接受的，几乎没有，我几乎都吃过，几乎都吃过。虫是什么？虫，大虫，虫，虫吃。吃虫虫啊，蛇 snake 蛇，除了蛇都可以啊，没有吃过。他说他除了蛇都可以，谢谢你的翻译，虫也可以，虫，可以，对，就齐薇带你去山上啊，山上很多奇奇怪怪的，山上。含猪肉啊，都乌来哦。对，哦，乌来，我他也很喜欢去啊。对，他常常去泡温泉。我下次也会去找他，如果你在的话。好，下次一起去玩，一起泡温泉，一起吃虫。决赛的展望，你尺度会很厉害，跟预告一起。就是，我觉得跟我们之前的几套比起来，算是厉害的，对。然后，因为我们就是还有惊喜换装，这是可以透露的吗？对，就是有换装，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比较不同的我们，就是可以看到两个不同的面貌这样子。这边过程中换装吗？对，迅速脱衣这样。对，迅速。还有什么大贴心的吗？就是有道具，然后我们这次也有请到男舞者，对，所以可能会跟男舞者就是有一些比较 special 的表演，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就是好，是公认的，因为你自己身材最棒。他自己吧，就是。我说我觉得他谁的身材最好吗？他自己。我觉得我自己啊，我没有觉得是我自己好吗？我觉得我们团就是大家都其实只是平常看不太出来，但我觉得 Judy 今天蛮明显的，所以他身材非常好，对，他身材非常好，没有讲好。对啊 ，Judy 今天怎么穿这样？对呀、啊，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认真。有，因为云乐都会直接脱裤子，所以其实因为我们就是都是女生嘛，然后就是大家如果有时候要在练习的时候，然后试着穿一下表演的衣服，然后就会把便服换掉，然后大家其实都是大辣辣直接就是在大家面前直接脱这样子，对。有穿运动服吗？
underwear 有内衣裤，有内衣裤，没有光溜溜的裤子，没有没有光溜溜的。那你们哪位成员最不敢脱？就是会害羞变的，能还是大家都很敢脱？奇威嘛，奇威都会去厕所换衣服。不会在大家面前脱。没，我记得是没有。我连表演服都穿得很保守。那决赛的话还 OK 吗？决赛的？哦，决赛有稍微比前几次还要露一点点。对，就这样。要跟妈妈说一下。不会啊，她叫我能露就露。把身材顾好再说。文玲姐说能露就露，那叫姐妹。那你今年是不是好像有急诊生病？我急诊，直到妈妈知道，等到看完，妈妈才发我。有吗？上一次感冒吧。流血。那被公家撞到？哦，没有流血啦，那只是在表演前，就是不小心。头被撞到一下，对，被大东西，但是没事，因为那时候妈妈不在现场，没事没事，有去检查，检查都没事，那这是那个决赛公演会请妈妈来吗？之前好像有啊，她已经买票了，妈妈买票了，对啊，她有提前给你一些什么叮咛吗？就是，表演上。表演上还没耶，因为妈最近她拍戏也很忙，然后我也还没有给她看我们这次表演的练习片段，我就想说这次不要提前给她看，让她直接在场上看会比较有惊喜。对，只是我有给她看我这次要买的衣服，她说很丑，换一套。她对衣服比较有偏见，对，她有自己的眼光，我们眼光不同。给，评论讲一下，正式讲一下生日愿望。有，我想生日愿望吗？好，我希望就是黄一样跟刚一样，我希望我们可以拿下第一名，然后。我也希望就是我们就是黄队未来的发展都很好，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离开炸裂吧女孩，我们还可以在一起表演，这是我很大愿望，或是我们可以一起合作拍一些什么代言啊，就是一起在工作，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私底下感情真的蛮好的，虽然说我们可能很忙不常出去，但我觉得那个默契只是只要大家来练舞教室都会很融洽，然后也很舒服，具体来这边生活应该这个通告费应该也不是很高。通告什么什么？对，通告费用酬劳配薪水配节目的录完之后给的钱收入，很高吗？应该是不高吗？他说是不是不高？还可以够生活吗？够，够，我完全够。哦，这么高啊，两万八。哦，我在自己拍片。对啊，可以 follow 一下。我有广告吗？YouTube 韩国女生 Judy 按赞订阅，54万了，哇！Judy 后来去那个奇威爸爸的那个乌来的山上，还没约好，我们这个比赛结束之后，我要去找他一起，会带酒，对对对，一定要啊，一定要，我常常去乌来，干嘛？泡温泉，泡温泉啊，很好啊那边。可以，你们也可以多多去。真的不错，真的不错。温泉大使。那像黄队要进入决赛啊，大家都在准备中，那会不会就是可能有哪一位团员可能要求都会蛮多的，所以可能会就是比较盯紧大家，就是要求蛮严格。就是我们他本人，因为这次就是我们黄队组团以后。每一次的公演的表演都是我排的，然后之所以其实总决赛我还是有问，有跟大家讨论过说要不要找外面的老师，但是大家还觉得说就是从一而终，所以我这就是谢谢大家他们的信任，所以这次的表演也是我排的，所以我就会对在舞蹈动作上面，我们这次其实也用了一些道具，然后加上又有换装，所以然后又有配合舞者，所以这次对他们的要求其实又更严格。对，所以他们这几天都一直在被我念。对，他每天都会很关切，然后打那个赖打开就字大概这么长吧，然后有很多那个关切的问题。大家我们会说好的，然后就大家可能在自己家里默默练习。对，最担心谁？
最担心谁哦？好紧张哦！那就是你了。对，因为其实 Judy 很认真，可是因为我们有沟通语言上的问题，所以在我在教他的过程，他必须要，例如说我讲中文，例如说我说上下左右，他要想一下才能转换过哦。所以上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他会比大家在学的慢一点点。所以可能我有时候会把它转成韩文，然后再教他，这样会问他说这个的韩文怎么讲，然后用口号的方式来帮他记。所以教学上就会稍微有一点点比较困难一点，对。子子现在就是会为了主语在学一下，学一些比较简单。会啊，我跟他学了很多呢。激动吗？佩古帕，佩古帕，佩古罗。很饿，因为我们在录炸裂，一直在很饿。对。因为你要教那个佛罗摩查了啊，对，然后要那个，然后下一个教课，那一个礼拜会有休息时间。哇，我现在真的是没有休息时间，完全没有。然后我前天去看医生，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对，因为失眠呢，这就是以前都不会。我觉得最近可能真的太忙，因为我除了我自己的事情，然后还有啦啦队的事情加这里，所以最近可能就是压力比较大一点点。对，自律神经失调是哪方？我觉得就是失眠，然后会心悸。我是因为心悸跟失眠，然后去看医生。然后才检测出轻微自律神经失调。啊，你怎么都没讲？对啊，为什么我现在才知道？啊，我不想让你们烦恼。对啊，我想，即便是轻微，我想我就控制一下，应该就还好。不行，要讲。有啊，我其实我麻烦你帮我很多忙，所以其实我有默默的说需要大家的协助这样子。那刚刚说失眠心悸大概多久啊？一两周哦，大概一个礼拜。然后我觉得有点太严重了，所以才去看医生。现在因为就是有吃药，所以有比较好一点点。嗯，对。他们都关心一下吗？但他们都很关心我，因为我其实都有请他们。我刚刚才知道，我是自己没有讲而已。我想说，你是昨天去看医生的时候吗？对对对对，傻眼。我就是昨天跟他们，前天还昨天不是跟你们说？想说要看什么？你太感冒，不是？我以为是一般的回诊，不是，因为我就是好几天都这样子。对，没事啦，我很好。辛苦，大家都很辛苦。他不想让我们担心。对，对啊。我就想把这个大家表演好，我就会好了。真的，大家加油。谢谢，我辛苦了。好。